生活没变，又是回家的日子了。苏小璐早早的去了店里帮忙。你师父呢？他今天不回吗？师父离开这里了，前天离开的。他说我可以出师了。那也挺好的。只可惜没机会宴谢他，想来他是很不习惯的。去自由也好。他传授一身医术给苏小璐，但苏小璐出师却一个谢师宴也没有，招式有些可惜，只能在心里多加感恩，祝福吴老头平安。师父也不在意那些，他以后偶尔有空了还是会回来考验我成绩的。那你呀，好好学，一定不给你师父丢脸，等他回来了再好好的答谢他。以后就是苏小璐自己往返家里和孙府之间了。七月中旬，前世又进镇子把新菜谱交给福满来酒楼的厨子。他刚从福满来酒楼出来，就感觉有人跟着他。前世比较敏感，走在街上悄悄观察了，最后确定真有个女的跟着他。他吓坏了，连忙就加快了脚步。陈氏本是犹豫不决地跟着，现在见着前世加快了脚步，他心里一急，连忙焦急地追了上去。等一等，等一等，我只是想和你打听个事儿，我没有恶意的。这位大姐，你有什么事情啊？前世虽然松了口气，但还是防备着陈氏的。陈氏没有第一时间说话，而是打量前世的脸。是真的，是真的。他可以确定这不是别人的传言，前世脸上曾经真有很多伤疤，他太清楚了，所以他看清楚了就能确认。陈氏这样让前世心里很惶恐，他皱着眉有些生气。这位大姐，请你松开手，我和你素不相识，还请你放开。啊，对不起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只是太激动了，真对不起，吓到你了。你相信我，我是没有恶意的，我只是想和你打听一件事情。我说完就走了。那你有什么事情你说吧。请原谅我冒昧，我是想问问你，你这些疤痕是如何治好的？我家里有个女儿，也是有很多疤痕，我想求你给我引荐名医，多少钱我都可以给你。我说的都是真的，你若不相信，我可以带你去我家见见我女儿。她才24岁，她还没有嫁人，我不想她这一辈子就这样毁了，求求你。陈氏落下泪来，但她为什么会知道前世的原因说给前世听，女儿永远是她心头的伤，所以她才会听闻一条传言就四处打听，最后才打听到前世这儿。